情和离婚申请，医生辩解说放弃，新的诱惑，岁月。谁知一怒倾向般烈火，我相信风中的阳光永不会谢，永恒的纸在时空穿梭，色已经无路可躲，但是。交错，这四春风，他由得我，我拼死在刺客。鹿島大であります。中国が10時満鉄の流浄湖付近の線路爆破を確認しました。我ら部隊にご命令ください。こちらは板垣だ。現在関東を司令官代理として命令を下す。独立隊は北大へ、第29歩兵連隊は新洋城を攻撃開始。攻めて攻めて攻めまくれ。龙振吗？怎么回事？副司令，日本人动手了！他们向我们北大营开火，用的重炮。步兵从两个方向向我守军进攻，我方已钻前殿，不予抵抗。现在有何新指示？他们打北大营，多少人？应该不在少数。从这里听到枪声炮声不断，当在师团规模。师团规模你能确定吗？我确定。你听好了，日本人这是在挑衅，你不要上他的当，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告诉第七旅，让所有的士兵严格执行命令。必要的时刻统一收缴军械，防止个别士兵有报复行动，以免冲突局面无法收拾。
听明白了吗？明白，我这就向林九之郎总理去交涉。副司令怎么说？不是都听到了？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支都给我放在仓库，停止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立刻给我接通日本总领事馆。花屋、状況は？辰夫、現在のところ我が攻撃部隊は全面的に有利に展開しております。そうか、そういうことか。旅順の本庄司令官に報告。あ、辰夫。おい、弟子騎士、すぐに旅順向け、軍事機密戦法第一号撃て。本庄殿。司令官、宝典の板垣大佐より電報が送られてきました。読め。はい。ふたふたまるまるに中国軍隊が北大へ行って満州鉄道を破壊し守備隊を攻撃、現在交戦中とのことであります。参謀を集めろ。10分後作戦室にて軍議を行う。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よかろう。本職はこれより全権を命令する。第二師団および関東軍全部隊は即時戦闘へ参加。敵に対し全面攻撃をせよ。好，既然不能打，就用血的撤出去，把所有武器都带走，一枪一弹也别给他们留下，早晚会派上用场。走，上床。
こうなった以上、張学良の司令長官交渉は我が方に占拠さえすでに存在しません。あ、守りを固めろ。副司令、南京已经接通。熊主任正在线上。熊主任吗？知道了。蒋先生不在南京。石原、貴様は飛行場へ行き撮影をした方が良いな。蝶の率いる空軍は痛手が少ないはずだ。我らの熱拳を受けるはずだ。自分はそれよりも張学良の政府に興味があります。長年我々と対峙してきた男の成果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か見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うか、ならば向こうには行かない方が良いな。本庄司令官はすでに命令を下した。あの二人はつながっている。何年か前に奴らは陛下にお会いをしているからな。それもいいでしょう。自分にはまだ取りた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これから一日二日長州、七里、そして栄光を回ってきます。現在播送張学良将軍至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通电，全文如下：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将军报告，日本军队于18日晚10点开始向我驻扎在北大营的士兵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但日本缴了中国士兵的械，还放火烧了北大营。这些情况已经向各有关当局做了报告。日本捏造谎言，说是中国人炸掉了南满铁路，并声称他们进攻中国的兵营是出于自卫，事实并非如此。甚至连日本人火烧北大营时，我们都没有进行抵抗。让我们进去！我们就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军数倍于敌却不战而退，一夜之间就丢了沈阳。我们要见张副司令，我们要亲口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咱们所有的别的东北城市都要一个一个丢掉？是啊，我们还想知道昨天晚上张副司令到底去了哪里。我们要见他。传说中的在舞会上。少而无躁，我是院方董事，我找少帅有急事。请。让我们要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要见张副司令，不要我们见他！你们要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副司令！我是院方董事，是这样的，副司令，我们的医院是一家非常专业的医疗场所，不是外交场所，更不是什么军事重地。所以还恳请副司令能够加以谅解。近日因为东北事变，因为日本人的问题，您住在我们医院里已经很不方便了。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我们医院自身有很多的问题。我住你们这儿，你们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记者、社会各界，总之啊，有太多的人都知道您就住在我们这儿。作为院方，我们有压力。压力？你们有什么压力？非常抱歉，您的伤寒症已经痊愈了，您的主治医生也认为您可以出院了，所以。怎么了，韩青？
没怎么，人家请我们出院。出院？为什么？好好的为啥让咱出院啊？我再住今天一宿，明天出院，您看行吗？傅司令，实在是抱歉了，那我们就告辞了。没事，这是一夜之间丢了沈阳，谁都捏咕你呗。您不必在意，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美国人办的。管他谁办的，病人自己没说走，怎么能撵人呢？也太不客气了，对普通人也不能这样啊。行了，去办出院手续。去。今天一天都很难过，大家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一夜之间丢了沈阳，今天又丢了长春、营口大片国土，民众难免有些情绪，说什么的都有。他们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都是骂我是个不抵抗的人，是吧？哎，不必在意。能不在意吗？八辈祖宗都烧上了，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的计划有这么大，他们敢这么胡来。我所谓的不抵抗，是不主动跟他们发生冲突。他们挑衅你，你躲开吗？你避开他吗？可谁知道，谁知道跟你来这么一出。通信掐断了，铁路掐断了，再往下真不知道他们这个计划究竟要发展到哪一步。是想占领整个东北？我也有很大的责任，是我的问题，我把日本人看简单了，奇耻大辱啊！鼻子怎么了？我觉得你先前说的那句话是对的，对付日本这样的强国，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的。只要南京痛下决心，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实行全民抗战，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蒋先生今天下午一连两封电报，口径和先前一样，利弊冲突，以免扩大事态，与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还是那一套。你尽快代替我去到南京，去协调我和中央的关系。天塌了地接着，我张汉卿不是那种不成事儿的人。你帮我转告蒋先生，我服从他。我嘛，无非就是背着骂名，就像今天一样被撵出协和。别来这儿，给我走开！别来这儿，走开！傅司令，这他妈又是谁啊？请各位长官先到隔壁房间休息。是一名东北籍高级军官，吵着要见您。他们这么晚了，见我干嘛？他们想请求傅司令带领他们杀回东北拯救同胞。还有，还说什么？他们说，所谓不抵抗，是指不先向别人发起攻击，而非敌人攻击时自动缴械。如果自动缴械，那就是投降。他们说，他们宁可战死，也不肯在这儿被人当做投降的罪人骂死。
停！都急什么？都他妈急什么？就你们这几块料，我让你们回去，你们打得过他们吗？都他妈在这吵吵什么呀？这是少帅一生的痛。他后来说，当时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让家乡父老承受如此之屈辱。失礼をしました。どうも、失礼か。君は張学良の弟だな。はい、そうです。父は甲斐の叔父にあたり、幼少から一緒に共に甲武道でも学んだ。結構だ。大連から来てすぐか。はい、着いて間もなく。日本の友から僕の協力が必要だと。そうだ。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君はお兄さんをずっと恨んでいるようだな。なんだってんだ。奴なんかが世の中を引っ張るだと。数日でとおしゃんさんはこの有様だ。貴軍は何の苦労もせず、東山省の土地を手に入れたでしょう。僕の元通りだ。あいつはただの間抜けで甘やかさすぎて何にも分かっちゃいない。結構だ。君たち兄弟は実に面白い。君は私がなぜ呼んだか分かるか。僕こそが長家の生徒。日本の正規の軍事教育も受けた。貴軍に協力しましょう。東山省の落とし末を。逆に君は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な。そうか。よし、今君をここで東北自衛軍総司令を任命する。これです、司令官。まずは冷静に。任務を。君には直ちに兵舎県に赴き、君の司令部を設立してもらう。そして現地にある武器を接収し、人員を募集し、部隊を編成し、両政地区における反日武装組織を全て解決せよ。興奮してて、兄にすらこれほどの重要さってことありません。それと、必要な経費と武器は花屋少佐から全て提供する。以上。了解、司令官。哎，冯校长，你怎么没走啊？往哪里走？这是我的学校。可是，泡茶。这大早上的，我得冲冲龙沟。哎，马上跟你泡。
冯公子，不，冯庸，校长冯庸。我们奉命逮捕你，因为你违反禁令，非法从事反日教学。大学者教育也，何罪之有啊？作为一个知识主义者，你可以办学；作为一个教友救国论者，你可以上课。但所有的教材必须经过日本警备司令部的审核。笑话！我冯庸在吾祖宗世代传承的土地上教授吾中华文化，还得经过你们日本人的批准？没错，必须审核。少佐，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我对我的学生教授礼、仪、廉、耻，还得经过贵国军人的审核？你给我收！嘿。给你添麻烦了，请继续。赵四风流诛五狂，赵四风流诛五狂，翩翩蝴蝶醉当行，翩翩蝴蝶醉当行，奔涌向世英雄冢，奔涌向世英雄冢，大关东师入沈阳，大关东师入沈阳，何来人？何来人？何来人？打倒不抵抗将军！日军付出了1500人的伤亡，占领了省城齐齐哈尔。撤退前，汉奸张继辉打电话给他，劝他留下来。马占山回答：“占山自喜，系以好男儿，绝不想日本。阁下想日本的话，则人各有志，不必相抢。”七姐啊，今天的报纸是如何评论此事的？有褒有贬。怎么个贬法？副司令不必理会，还是那一套。如果九一八时的张学良判断失误，没有预料到关东军是以整个东北为目的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现在真相大白了。他为什么不亲率大军出关，配合马占山部南北夹击关东军，收复失地，对吗？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你醒了，人家日本人也醒了，你现在再想打，他们会从朝鲜增兵，从海上登陆，你打得了吗？早知道我们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要从根本上求生死。什么是根本？通讯断了几天，整个东北的政权就崩盘了。上头自私自利，下头糊里糊涂。经营了这么多年，人家日本人一个愣头就给你打回了原形，三两天政权就垮了，雪崩一样，你还说什么？打？你打得过日本吗？既然打不过，你就只能等待国际解决，等待就等于是忍辱负重，谁他妈怎么骂你？谁让咱们是弱国呢？副司令，您是为帅府的赵子春图什么图呢？人丑都不像样，招春买菜，哄我关内。带他进来。是。
这是什么？我临终在乎的是我这，为了你们把武器都带到这儿，各位都直接说，钥匙全在这儿，我全拿过来了。你他妈是人吗？按照辈分，我应该叫你一声叔。可你干的是人事吗？你给我拿回我家钥匙！有本事你把东北三千万人的钥匙都给我拿回来！许正业，快过来！你妈的！我屋里去。许正业，快点！你是人吗？什么东西？老奶奶啊，咋了？我司令这是咋了呀？他这是咋了呀？赵奶奶，他咋这样对我呀？赵奶奶，几位太夫人怎么安置的？几位太夫人，我都给安置在天津了。你说说，我司令为什么要打我？你就直接说这个就行了吗？你把那钥匙拿出来干嘛呀？你这个人呢，老是太实诚，你也不想想。整个东三省都没了，你把那没用的老家钥匙拿回来，你不是给汉卿添堵呢吗？行行，先去换房吃饭吧，再换身衣服。我又不知道啊。去吧，赵奶奶。去吧。我老叔当年就凭一根寿装，不照样撑起了数十万队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张学成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东北人就认咱张家的。有了这金字招牌，有了皇军的搭台，我张学成一定喝他个满堂彩。师爷，替我拿纸，我要起草布告。俺来的攻击，你说你滚得干嘞？谁你们也是来气。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张学成，布告第一号，奉天的父老乡亲们，我，张学成，张家的正宗老根儿，我就是要给东北的父老乡亲们指一条路出来。局长，郭家窝铺不能再去了。咋了？刘黑旗的武装已经归顺了张学成东北自卫军，还放出狠话，如果义勇军再到郭家窝铺活动，他们就不客气。他现在比日本人还嚣张，四县八乡都让他给我站遍了。局长，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狗日的来势特别凶猛，不然的话就被张学成的家伙给带走了。好，给我调七警一大队，从郭家窝铺开始。这不要脸的立点规矩，给我立规矩？谁敢？他娘的，这是张学成、啊、我张学成乃是张家的正根儿，我劝你们速速投降，原地下马，接受东北自卫军的改编。他以前所有接受改编者官升一级。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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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张学成在此等待尔等，想通了，速速来降！撤！撤！撤！王局长，叶兄，有义勇军将领每次过来，副司令都格外高兴。国联调停期间，他不便公开支持，可以理解。哎，他情绪怎么样啊？焦头烂额吧，今儿还为藏省长投日一事给气坏了。这边请。副司令，黄局长到了。副司令，
知道这老太太是谁吗？这是臧世义的母亲呢。了不起的老太太。得知臧世义就任伪奉天省长之后，含悲而死。临走留下遗言，无言活在这世上。是。我这是到了北平以后啊，就听说这事儿了。你说这个臧世义，他是唯一留在东北沦陷区的东北政务委员，还兼任辽宁省长。日本人逼他合作，囚禁他三个月，他誓死不从，这是何等的坚毅！是，可是到了呢，晚节不保，还连累了母亲，可悲呀！有人成了虎，有人成了鼠。这就是我说的，要从根本上求生死。对，什么是根本？这就是根本。你是虎是鼠，在变乱的时候，太多的人在这上面不合格了。副司令，既然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荣臻参谋长这回专程派我到北平来，就是有件事情要跟您商量啊。给我立规矩。是学成的事儿吗？没错，用您的话说，张学成从根本上不合格。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多久没去这么齐了啊？是。哎呦，学成他娘，咋把您给接来了？六子，非得给我做寿？其实啊，国难之下，应该一切从简。你说，这么大操大办的，多不合适啊！我是来说说，咱别办了。哎，该办还得办呢，简单点呗，吃碗银须长寿面那也行啊。您啊，还得好好给我们姐妹传授传授你那长寿秘籍，这都70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是啊，大姐，在这府上啊，就属您辈分最大了，怪不得六子把咱们都换到这儿来了，感情是为了这事儿呀。也对，这尽孝呀，什么时候都得讲。二娘，您老怎么来了？二娘，六子，我来没什么事儿，就是来跟你说说，我那寿啊，别做了啊。来，过来，都过来。二娘啊，嗯，既然来了，听听也好。我本不打算你老在场的。但是择日不如撞日。六子呢，明人不做暗事，有些话今天借着家庭会议也跟您老说说清楚。今天在场的有我的长辈，也有我的晚辈，一色的老张家人。咱们张家人能干啊，干什么都能。雪思，听说你在学校因为我受了苦，衬衫让别人用墨汁写上了不抵抗将军之地，有这回事吗？嗯，既然沾了我的光，就不要觉得受委屈。国民对我们老张家有至高的要求。雪思，你也没有必要觉得羞愧，因为你姓张，你就得有承担，为国家承担骂名。
我们老张家还有这样的孬种？再次。